没事吧？啊，没事吧？喂，给我住手！你好大的胆子！总兵大人，别打了，总兵大人，总兵大人，别打了，不是我爹。 滚下！来人，押下来！是。杀了我！杀了我！我的老百姓就不会陷入危险。只要我活着一天，我一定会想办法打开封印的。把他打出去，律死了。没有命令，任何人不能放他出来。是。 亏你长得这么好看，可惜是个妖怪。你不是走了？在走之前呢，跟你打个招呼，毕竟相识一场。所以你是不打算救我？救我？我平生最痛恨妖怪了。要是我说我能救你一样，是怎么着？ 凭什么相信？凭我是唯一能帮你的人。来，嘿。
拿到了。给我。哎，那你要信守承诺，说到做到啊。喂，你这动静太大了，他们会发现的。不好！快点，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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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点！七十万妖丹，妖气过盛，留不得。不许伤害他！臭小子，闪开！你是在叫我吗？把断剑的残骸拼在一起，就能打开封印。我不会再相信。不信我，你还救我？难不成你喜欢我？那我们现在讨论的问题不是感情的问题。是你有没有骗我的问题，知道吗？那可明明不是什么宝珠，那可是万妖丹呐、啊！那我吃了万妖丹，就能妖力大增，自然就能打开封印，这也不算骗你吧？那就算是这样，我也不会再相信你了。我会靠我自己的方法去救我娘。你确定你不会后悔吗？再见。会。靖哥，总兵已经知道你出城的消息了。这二月龙印也有破风的征兆。我刚在总兵府听到总兵下令，明日午时便集合天地间的能量，将封印彻底摧毁。以防你回来继续破坏封印，惹出祸端。
喂，现在后悔还来得及哦。陈贵，让你过去的。那看来就只能让你死了。如果我是你，不醒来会比较好吧？是不是早就知道？要是活不过来，如果我说能，你还会醒来？不是。哦，那是因为你是我的朋友，是不会骗我。其实你母亲早在十年前就已经死了。你现在肯定特别恨我，不想杀你，快跑！算改邪归正，将功补过吧。已经彻底融化了，我们打不过他，跟老百姓一起逃。赶紧走吧，自己惹的祸我自己扛，你走吧。但是城还有百姓，你带他们出关，这老妖我来对付他。哎，我又说
付出代价。江龙，我在这儿。什么？你跟我来？别再伤害无辜的百姓了。你这是找死吧？再不小心，他可是卖了油的良友。你这是找死吧？我想想，你可以给我算算，永不超过谁？为什么？因为你说的，我们是朋友。如果我说能，你信吗？信，因为你是我的朋友。李姐，我们是朋友，你能原谅我吗？做一个平凡的女子，陪伴在公子身边，让你不再孤单。你修炼了数百年，却被凡人封印在地下数十年。报仇！我要杀人！此吾乃新旧，可以照出人的贪嗔痴、真善美。倘若你的真心可以感动他，自然可以拿到残骸。你可曾有过善良之本心？可曾有过真心对待之人吗？起来都给你带吃的。嗯。啊！哥，那你就是我的朋友。朋友？烟无边，思念里的烟无边。我与你之间阻隔太多太远，
岂止是时间？谢谢。卷入缱绻，与你我不过是。